那个还给我，薇薇，不是你让我下课说的吗？ 麦思成，你为什么干脆回去睡一觉呢？说不定这一切都是错觉的，你睡醒就没了。什么错觉不错觉？我真的下了很久，从来没有什么问题能让我想超过10个小时这么久。哎呀，我懒得跟你解释这么多了，反正你别缠着我啊。哎，没，哎呦呦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妈，不是让你在校门外等我吗？哎，这谁呀？啊，我未来女朋友，梅薇薇。真的吗？啊。 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知道，还没追上是吧？哎呀，这小姑娘长得太好看了，下午有课吗？我下午没课，没课正好，方不方便跟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呀？今天刚好我生日哈，啊，走，去阿姨家，你快走啊，走。